木兰天池，我们到了，现在去检票。刷卡成功。谢谢。刚进来门口就有一大堆兔子在这里欢迎我。哇。上面应该是抽水的吧？也挺漂亮的，是吧？应该是人工。这个绝对是人工瀑布。这。人造仙境，哇！铁索桥，有哦，摇哦。这边有个亭子，可以在这边。大峡谷到了。哎呦，这石头路。这几个台阶都是这块大石头这里凿出来的，好难凿哦，这种石头。今天太热了。哇，这个地方漂亮耶，阳光照射下来。那里写的看不清楚，走近一点看看。哦哟，还要爬这么高啊！这个地方好陡啊！现在这个玻璃桥底下。离天池还有1.3公里，这个地方的石头好漂亮啊！这里以前都是，这边山上的水都是往这边流的，这些石头你看，都冲得滑溜溜的。前面那里就是玻璃桥，但不知道要不要收费，等下过去看一下。龙珠潭，龙珠呢？哇，这些叶子开始黄了。有这里有个石洞，这个石头好危险啊，感觉随时都要掉下来了。没有太阳的话，走这种山路挺不错的。前面还有这么高的一个台阶等着我们。上一个台阶歇一会儿，再上一个台阶就到了。有点像那个水库的堤坝，是吧？嗯，它可能就是水库，我觉得。水库在这山顶上吗？我觉得它肯定不是天然的，应该是人工蓄水池。镇古石，这块石头镇不了。爬上这里应该就到了。都欢迎天池的。那边是那个天池索道，从山下坐索道上来的就上到那里。这边就是天池码头，上了这些台阶就到了。哇，终于到了，这里就是天池喊泉。